为迎接2019年的到来，爱乐会将携手世界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的维也纳莫扎特交响乐团，于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1月1日，在北京音乐厅奏响新年之音。届时，这个被誉为维也纳金字招牌的乐团，将身着昂贵的巴洛克时期演出服饰，演奏莫扎特时代保留下来的原始曲谱，带来他们的首次访华巡演。维也纳莫扎特乐团也许是世界上唯一需要服装师和发型师的交响乐团，每个团员光演出前服装和化妆的时间要超过2个小时，连乐团演出时的乐谱都是当年莫扎特时代保留下来的原始曲谱。此次爱乐会终于携手维也纳莫扎特交响乐团首次来华演出，中国观众将一睹原汁原味的巴洛克风情。非凡娱乐实时报道。